好啦，来，我们今天来玩 Salon Pass 画画写字，OK？今天用的是歌德体，然后呢，还用到空心的花体字。可能我看一下肉酱，我现在都说你明天都要去台北工作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我就说因为我想玩呐、啊，有没有？好，现在在学。小云好会讲话，喜欢的话，把你家里的，我跟你讲哦，要找这种材质的那个贴布，要找这种材质的贴布，因为肤色的贴布啊，它比较没有那么硬挺，所以你画起来会比较容易皱掉，然后再加上它的颜色是肤色，所以会不显色，因为我们今天还要在上面涂色，有没有？你们一定会很好奇要用什么涂，对不对？其实很简单，来，我把今天的工具介绍一下，等一下我们就直接开始 Salon Pass。欢迎 Salon Pass 过来冠名厂商冠名赞助，OK？我连这个都可以介绍，阿水没关系，嗨，陈嘉玲，那个今天有空的人麻烦当那个笔记小帮手，阿水现在正在开会，谢谢。来，我跟你们分享如何画出美丽的沙龙巴斯。第一件事情呢，我昨天晚上，我觉得我真的太疯狂，我昨天晚上9点半冲到台中市那个德辉美术，买到一整排有颜色的那个 Sakura 带针笔。那我总共买了2个品牌，你们知道我之前有一段时间都在用的是 Copic。好，来。你们外出写字的时候一定要这样收纳你的笔，才不会乱掉，你的笔袋才会干净。所以呢，我会用到的是这边是 Copic 的那个，这个叫什么？带针笔，它的颜色，那它的颜色跟 Sakura 是不太一样的哦。Linda，好来。他们的颜色很像，但不一样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都会包色哈。然后呢，这里是 Uni 的咖啡很漂亮，跟 Uni 的浅灰。然后还有一支红色，这个也是 Uni 的红，Uni 的红。然后最要介绍的就是，对，陈嘉玲真的也是刚好。来，请看精油贴布拿出来。那你把它剪小块就好，你不要画太大块，大概这么大，有没有看到？大概你的手背这么大就好，这样比较方便画画，不然你可能画到天荒地老。有没有看到？这是平头的，那我今天用到的笔头啊，笔宽是3 mm，好，这个全部都是带针笔。带针笔为什么写在贴布上面它不会掉色？因为它是油性的。那所以呢，如果你家里还有一支笔叫做绘布笔，也可以用哦。你看我是不是推坑王？我觉得我自己真的超推坑王。好，OK，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今天又是快闪。如果你手边没有的话，你可以美少女圣战士又出现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谢谢董内同学，我们就直接来画今天的 Salon Pass 贴布，OK？Get well soon。来，那我要回到桌面了，待会见了，拜拜。等一下，我把镜头调好，让你们看如何。你看你们自己说，因为大家现在我看到你们的那个线上画展，其实满满的感动，因为大家都画得很好，然后重点是个人的风格都非常的强烈，有没有看到？你自己说，赶快说有。突袭，对，清晰，你怎么知道突袭？因为这样贴起来就很美哈。然后这里有用到那个是空心字，空心字的花体字在我的网站有免费下载练，让你们练习。然后一个是纯粹
歌德现代歌德体，好，来，这个贴在手上真的有美。那我现在就直接从这个沙龙巴士，因为我每次磕香水瓶完我一定会用到它，因为我每次磕完啊，你看要听老人家诉苦，我这一块尤其是这一块肌肉一定会发炎，所以我就一定要贴。那我礼拜一在画的，其实这个最早要感谢是丽晶，因为丽晶想到用 OK 绷，然后我就跟 Selina 开玩笑说，诶，那个贴布拿出来。然后没想到我在想贴布的时候，在画玉洁也跟我一起哈，我们的忘情水公主。那我在做底稿的时候啊，我会用 0.1mm 的笔。0.1mm 我们就可以用 Sakura 这一组，里面就有黑色，有没有看见？诶， Sakura 很不懂事，到现在还没过来厂商冠名赞助。我们就把今天要画这些小图我们曾经都画过了齁，所以小图部分我就不做介绍了哦。好，没关系，用眼睛看，回去再用耳朵听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来，我用 0.1， 为什么用 0.1？ 我把我们以前画过的波斯菊拿出来，来，请看哦，用 0.1 就好了。所以因为你要考虑到的是什么？考虑到我们这个啊贴布里面的织布的纹路，所以你用太粗的话它会糊掉，这样知道吗？好好，其实我们要准备工作的工具，我根本没准备，因为我觉得玩直播比较好玩，太任性了。好，再把我们会的菊花放进来。那波斯菊其实是非常好用的一个菊花的一个素材。任何时候出现都不会觉得它奇怪。其实啊，有时候我先生就问我说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坚持，那个叫做大龄姐姐的坚持，有没有？好，那大龄姐姐的坚持另外一方面就是称作妈妈不在家，希望大家都还要继续在练。因为其实我觉得一旦停笔的话，人就会有惰性，不管是你们还是我自己也会有惰性哈。那我们接着来画，诶，抄着左边，诶，我今天的图案画的比较大哦，我刚刚秀给你们的图案是比较小，因为这样方便你们大家看。那这时候我那个头是朝着这个方向，所以我把纸张就是我们的沙龙贴布，好笑，有没有？忘情水公主，我们两个真的是有私情，我真的不骗你。我昨天看到她贴出来的那个瞬间，我在家里就喷笑了。我想说，天哪，我们两个怎么有默契到这种程度？而且还是在晚上的同一个时间画，因为她隔天才po。好。完成之后呢，我们要把之前学过的一些背景的植物再放进来，就把它当成是一张小卡，好，小卡片，有没有？这个在龟背玉有介绍过的哦，哈。那为什么要画这些图案呢？因为。哎，因为就是啊，被我先生骂叫八心五言，你就贴在手上，等一下撕掉。可是我们搭高铁啊，就是要有姿态，什么姿态，让人家看到我们就啊、哦，怎么那么厉害的贴布，就像口罩一样，要去哪里买？买不到，因为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。好，觉得我讲的有道理的，请用无声的掌声，好吗？有没有看见？所以你们在玩一样东西，我都觉得它有各式各样发展的可能齁，我们都要把它发挥到无极限的，尽量玩，不要停，这样子。好，好了吗？再来哦，再来，嘿，再来要干什么？再来就是要画比较小的花朵，来。啊，你如果要画给家里的长辈，那怎么办？那就不用了，因为他会骂你。如果你妈妈是很实际的人，他一定会骂你。
但是这种 sound pass 你又不能送人家当礼物哦，因为人家会觉得你在诅咒他未来一年要不断的腰酸背痛，所以我们这个是送给自己的耶诞礼物，知道吗？看，这样又有了，是不是？是，好，来，再来一个。我刚刚就说我要在这个时间直播，就被我先生打枪。他说没有人会看，我说没有人，我也要玩。你看，大家不是就又上来了吗？把我们之前练习过的植物再放进来。记住，这个是属于疗愈花草，花草草不用卷舌，花草绘画。所谓的疗愈花草绘画，就是它的组合素材，你不用去想太多它的排版，你可以很轻松就说，哦，我只想把这个空间填满，我什么都不要想，我不要去想它美不美丽，我开心就好了。本来就是应该要这样子，因为我们是为自己而做，而不是为别人而画的东西。你看这样是不是就很好了？所以其实我在开播之前，刚刚我先就在电梯里打枪，我就说我才不管，反正我喜欢就好了。所以非常非常感谢，这个时间还上来跟播，你们老板有没有站后面？老板有站后面的请举手。这张沙龙 pass 不会啦，你看，你看我这张图就小很多，这张蛮大的。我会这样子做，之前我们是用眼影嘛，那现在没有眼影在上面，一定是不行的。它很厉害的是它可以防水，因为我有试过，因为所有的那个几乎所有的带针笔都是油性油墨的，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，我洗个手就糊了。那因为这没有要送给别人当礼物，所以糊了也没有关系。这个是什么心态？好，然后再加上一些很可爱的，真的是沙龙巴斯啊，真没有骗你。看，好，来。我们再加上可爱的小花朵，小花朵会出现在各个不同的角度。那这次在那个哪里？我这次在哪里刻香水瓶？我怎么忘了？好恐怖哦！我要干嘛？我要感谢那个特地从桃园来的那个艾琳，还有一位叫 Doris。一个 Aaron 啊 ，Doris， 还有一位，你没有留下你的姓名、电话、住址给我。非常感谢你们特地过来。好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样就有了。你要什么东西会没有？对不对？你要吃在肉上面也有，但是不用我们画在上巴士上面就好，撕掉。好，那接下来请看哦，我们可以从右上向左下发展，你不要整个都是由上面发展上去，因为这样画起来会比较偏辛苦。记住，我们只能苦到别人，不，千万不能苦到自己哦，要让别人辛苦，但不能苦到自己，这个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宗旨。啊，歪掉了。歪掉了，就是那个叶子折掉了，没有关系。好哦，来，我看你们有没有专心上班。有专心上班的人来，请打勾勾。我看，老板爱收。来，换这边，换这边，这边我再加个东西进来哈。所以啊，我们在玩沙龙巴士之前，我真的还是要忍不住提一下我们的忘情水公主，真的是有默契到一个极点。好，那差不多 OK 了，你知道我要不要再来一朵？好，再来一朵好了，再来一朵是隐藏在这个叶子下面的。来，等一下要出门了，要出门的人赶快去忙你的事情，回家再看回播就好了，虽然没有办法听到。今天没有唱歌哦，因为今天是临时，超级临时。因为我昨天还在犹豫要不要，但是我昨天玩到晚上12点，我就觉得太好玩了，
然后还想到失眠，就是说我、哦、他还可以怎么玩这样子，发现他的 Sound Pass 的发展空间很大，欢迎 Sound Pass 来找我厂商冠名赞助，我帮你设计那个沙龙巴士，可以让它变得更潮一点点。好 ，OK， 这个就是我们的基本的画法。到这边有没有问题？没有的话，接下来我要把微微的花脉呀、叶脉稍微轻轻的带哦。记住，你要把它想象成它是口罩，所以它是用了会被抛弃的。我们只要微微带到细部就好，你千万不要画到一个太仔细，画到太仔细的下场就是你舍不得用，然后送人家又被人家。那个觉得你在诅咒他哦，记住这个礼物只能自己用，要、啊、不然就是送给老公，好坏哦。好，来打个圈圈，来，接下来你看我要用的是 Copic， 我把镜头拉远，我现在用 Copic 的 0.03， 有没有看到啊？这是写 0.05， 好， 0.05， 你看。直接用这个带针笔来上色，送给老公，你看，然后老公贴花草的那个贴布出去，一定是我跟你讲，帮他斩桃花，因为没有女生会喜欢这样子娘炮的男生，斩桃花专用，好白痴的心哦，好。你跟老公说你不贴的话咱们的婚姻会出现问题，然后我跟你讲他就贴了，人生就是这样，要拿出我们的痕，知道吗？好，轻轻的画就好了哦。好，现在为大家绘制的叫斩桃花贴布，男生贴上去之后包准外面的桃花段斩光光哦。怎么一开始，其实我今天是要很端庄，我每次都发誓我要端庄。对了，我要谢谢那个老虎妹，老虎妹在我礼拜日那一天磕到已经快亡死，老虎妹跟综合伊丽莎几条刷。这两个妹哦，在我磕到快亡生之际送来那个让我可以活下去的营养补品，感谢你们。好，好了，好了，我这一朵好了，然后继续再来，再来。Copic 我其实还蛮喜欢的，就是它的颜色，萨库拉颜色跟 Copic 颜色还是差一点。我没有比较谁好看或不好看，但是我必须要有一件事情要很严肃的跟你们讲哦，好严肃哦。就是每一家厂牌啊，他们的色料配方不同，所以你千万不要买一模一样的。所以来斩桃花的两支叫做那个波斯菊已完成。那接下来我要画的就是啊紫色，它的紫色也很浪漫。那个也有紫色，我用 0.3。我来画下面这一朵。一样，你们再画轻轻的上就好，你不要使劲，就是很用力，轻轻的颜色带到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看起来会比较典雅。好，换上面这边。好，所以啊，我的那个，其实我今天本来要去那个叫星巴克，就我先生就很讨厌，因为今天他今天在，他就说我这样去会很丢脸。我之前在天空蓝直播的时候他不在，他就没有感觉到丢脸，今天就会有丢脸的感觉，真怪。我说大家在聊天也很大声，我直播很大声也没有关系，你们说对不对？您恭喜不喜，赶快说是，你们一定要支持我。好，来哦。我刚刚讲到哪里了？又离题了。好，这时候我要混色，他还可以混色，这才是厉害。所以我们都一直把带针笔想象成它只是能够在纸张上面画画的东西。No， 其实它可以发展的空间很大哦。接下来我要画的就是我要用它的蓝，它的这个蓝画起来还真美。它虽然是深蓝，但是你只要淡淡的带过，淡淡的，不能浮夸过头，淡淡的，
因为我现在组下一张 Salon Pass， 我最近可能会用很多张，我要用那个叫一直都不来厂商冠名赞助那一家叫什么 Sakura， 赶快过来赞助。好，来，这样还可以唱歌。是是是是哈，来斩桃花。接下来我用的是惠布笔，惠布笔本身就是不怕水的一个笔具，它很适合拿来涂色，超级无敌适合的。但是因为它比较贵，那这个用了就丢，所以我们只要在局部用它就好了。我们做人不要太偷贼，有没有看到局部就好了？哎，啊，不然你画太漂亮，你又不想送人，那你画这个干嘛？接下来我要用到的绿色哈，绿色我就会示范两个绿给你们看。这个是 Sakura 的绿，来给你们看。这个是那个 Copic 的绿，那 Copic 的绿，你们先看 Copic 好不好 ？Copic 的绿有没有比较重一点？你看我下手很轻哦，如果再重一点，它就会整个黑掉。好，那我们来看 Sakura 的绿哦。 Sakura 的绿长这样，你看是不是不一样？来，有没有看见？有哦。好，再继续。那因为就只是一个贴布，所以你也不要去想说哦，你叠色要叠多漂亮。哎，小姐，拜托，这个大概贴三四个小时你就丢了，你叠那么漂亮要干嘛？对，对不对？您恭喜不喜？所以轻轻带过，有颜色就好了。那深色部分呢，我就会用这一支，因为 Copic 我只有买到 0.5， 其实是有一点粗，有没有看见？好，那为什么会带到这个呢？来，请看。其实啊，绘布笔它的绿画起来也蛮美的，但我知道很多人没有绘布笔，所以我尽量不要再推坑了。但是我必须要讲，绘布笔还真好用。想打我吗？想打我请留言。想打，不可以这样子。耶诞节到了，不能有暴力之气。好，有没有看见？好，来哦。欸，画这个超疗愈的，真不骗你。以后啊，你就是随身携带沙龙巴斯，那你不要再买卡片了，因为啊，这个超实用。然后重点是，它在消耗那个啊带针笔的那个墨水速度很快，所以你就有借口一直买。你就有借口一直买，买不停哦。好，来。有没有看见？我们有时候人就是少了借口去做坏事。那现在一旦有借口之后，你就会恭维诶多些。然后呢，那个花梗的部分，我会用 Uni 的咖啡色。Uni 这支咖啡色，我觉得它是正咖啡。来，请看哦，我会这样子从底部带下来。它正咖啡其实还蛮美的，有没有看见？不快了吧？后来，因为明天我又不在，然后我又怕预告了，但我又很累，但不想做，所以我就想用图集的方式，请你们谅解我。我们这个年纪的女生就是这样嘛，你们知道了。好，来，请看。差不多了，那我再把它的颜色的那个深浅的部分。对啊，它虽然要丢掉，但是我们还是要让它有程度一点点，不能说完全没有程度。我现在用咖啡色再带它的那个花梗的部分。OK， 好，来哦，看这边，好，这边的叶子，然后这边的叶子我也再带一下。然后这时候你可以把 Uni 我经常用的那个红色准备一下，因为我们要画那个红色，很像那个什么东西，春不老的植物又出现了。我跟你讲，粉色有春不老出现，你就会觉得啊、哦，这张好亮哦， bling bling，
有没有看到？这样你送人家，人家才不会觉得你在诅咒他哦。有没有？太神奇了，珍妮佛！珍妮佛，你在哪里？叫珍妮佛的请举手。有没有看到？所以你们啊，可以利用这种方式，好，就是有颜色的带针笔，不要一直买黑的。even 是黑色，我也觉得画出来是很漂亮的哦。还不要去排斥黑色。好 ，OK， 你看我们第一张贴布就完成了，有没有觉得自己很棒？来，请掌声鼓励。好 ，OK， 完成之后呢？请问你这两张都要学吗？还是要学一个就好了？快点 ，quickly， 要哪一个？要学这个还是这个还是两个都要？都要 ，Ivy， 害我的笔听完就滑下来。都要，那我们现在这个 Get Well Soon 好不好？都要，文雄，你今天怎么在？好，因为我们要写字，然后又不打底稿，所以啊，你在画它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很 freestyle 哈。所以 freestyle 就是，它的那个字体高度没有一致，你也不用太过于伤心，所以我现在要用那个 uni 的这个 0.1 打底稿哈，我来写一个 get， 我们先写字再来画画好了，好不好？来 get， 好，来请看到 G， 这是空心字的练习，来空心字的练习，在我的网站已经有做免费下载列印，还有录影。什么都有，好 ，G E， 然后哦，老师，你这些人都在偷练哈、哦，感觉好像是哎，T get 啊，像这种贴布你送了，我跟你讲，大家一定抢着要。因为啊，你在祝福人家赶快怎么样？那个扭伤赶快好 ，get well， 好 ，w e， 哦，字越写越大 ，w e l， 好。L， 怎么救啊？好像快没气了。对，没错。没有啊？哇，还可以做 flourish， 太疯狂了我。好 ，get well soon， 顺用那个罗马体哈。S， 有没有看到 ？O O N， 好，回来把 O 的两侧。有没有看到？因为等一下我们做空心字还可以怎么样？还可以涂色。哇，你们都办到了，太棒了哦！太棒了，真的太棒了。有没有看到？现在字已经完成了，现在我们要把花放进来。来 ，Go。好，这里我们就画简单，你可以画海葵啊，哈，海葵，有没有？好，啊，注意哦，你不要太，注意哦，后面老板有没有站在你旁边？不是，啊，我整个都歪掉。
然后到处老板有没有在看你、欸？啊，在上班要专心，回家看重播。有没有看到？哎、欸，这样就有一朵花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朝着这个方向再来一朵。有没有？好，如果你画的是海葵，记住你要把它的那个花蕊、它的那个花蕊还有花丝，这个要拉出来。有这个跟没有这个就不就是判断你是不是海葵。好啊，譬如我这一朵不想，那它就不是海葵，但是它们是同类的。偷看没办法画，偷看就好了，可以跟我聊天。好，你看是不是好了？我越画越浮夸呢，比我自己原来设定的还浮夸，有没有？啊，这里可以再一片花，太棒了！赶快把公式 OK 绷全部拿出来。好，再来这里再来一朵，这个朝着这边，你们看到？画完，我保证你的 OK 绷在公司一定大受欢迎，这样可以增进同事跟同事之间的情感，而且你还可以祝福人家早日康复，对不对？多好！你看，我们的一心都是良善的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可能要加一些简单的叶子，像那个这样子，有没有有这样子的小叶子？那一天是，哎，是哪一个同学？我忘记了。他有分享说，老师经常讲的那个路边的小花草，那一篇贴文我要按赞之前就睡着了。我有双 pass 在抽屉，请立即拿出来花，以后随身。什么东西没有带都没关系，就是一定要带一支带针笔跟一支柔绘笔，但是这个不能用柔绘笔啊，这个用柔绘笔我肯定你崩溃，你一定是 GG 的齁。好，这里我们会用到的来小装饰就是这种它是叫它就是长得有点圆圆的，但是它会有花纹，就是那个叶脉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是路边也是经常会有的。如果你知道它的名字，麻烦你告诉我。因为啊，我其实很认真去被我先生带到山上去做功课，他说你都不认识他们不行。我说我知道，但我背不起来。好，好了之后，我们再加上更多的装点，这个就更简单了哦。来，请看。有没有有这样子的路边小植物？我发誓真的有。有没有？好，再来。我这昨天呢、啊，昨天在玩这个的时候，其实原本是黑白的，我觉得黑白就很美了，不一定要上色。那我玩到最后啊，我觉得我昨天玩到已经是有一点欲罢不能。我坦白跟你们说齁，其实还蛮疗愈的，因为最后要贴在自己的手上。欸，这个真的不要拿去送人哦，不然你真的会被讨厌，尤其大过年。自己用就好了，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大扫除，我们要保护好娇嫩的双手。好 ,OK。你看下半部就完成了是不是？好，来，那接下来我们换上面。你说那上面呢？上面你也可以带一点点花哈。那我们今天主要的花朵是以那个谁，海葵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记住在不同的角度。我现在画的是花蕊哦，有没有？好。办线上的画展其实啊就是在看自己的成长，我相信你们自己的感动应该比我更多。对，虽然你
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一方面你可以看人家如何去，每个人他对于那个他的作品拍摄的角度啊，以及他的影片编排的方式，我们都可以去参考哈。来，请看有没有是不是快好了哈？来换这边，接下来我只要露出一点点就好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啊，为什么要看展？虽然我是很懒得出门看展览的人，但是我却很鼓励你们在这边办展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是一起成长的。那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每一个人成长的一个那个叫轨迹吧。好，接下来我要把刚刚用到的，好，比较少的这个。小装饰，因为它是在顶部，所以我就不要放那么多了。有没有看见？好，再加一点点不同方向，让它带下来。所以这两张贴布的风格完全不同。好，对啊，明天都要去科评了，还要这样虐待大家。其实还蛮好玩，因为我只会分享好玩的事情。我相信你们应该也蛮喜欢在上面画画的，对不对？硬工对，不然这样我会哭哦。来，我看一下，送人，人家以后买回来都找你画。Oh no！你说画一张要100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向下。有没有看到？哦，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，看这样没上色是不是也美？对，没上色也真的美。好，来哦，这一次我就要用那个 Sakura，Sakura，赶快来，Sakura，你这样就很不懂事。哎，其实。好像在台湾只有 Sakura 还没跟我有机会合作。好，来，我现在要做的事情，请大家先偷偷放下手边的工作。我现在要混色，混紫色跟红色，我整只手都想要 pass 的味道。你看哦，用红色啊去涂框，有没有看到？把它涂满涂好。Salon Pass，欢迎来找我，我很乐意。我要，今天如果你的手闲着的同学，麻烦帮忙做个小笔记。我们的小笔记帮手阿水在开会，我现在用深色来，请看哦，这样你就可以做渐层的颜色。有没有？这样是不是？超胡乱的，我用错笔了，我对不起，Sakura，你看我忘记 Sakura，来，好啦，我要换色了，我现在还在 Copic，还在 Copic，来逗点，好，这里可以再帮他加一些，你看。Salon Pass 大张的话，我会建议你就不要用这个带正笔，你会画到昏天暗地。有没有看到？我接下来要用的全部都是那个 Sakura 系列哈。那 Sakura 它也有紫，也有粉，也有红，也有蓝。那我们用它的一样的这个桃红色，跟上面那个 Copic，我们就可以立即做比较了。包包一定要带带真笔的，这个不用想了，你们都玩到这种阶段了，拜托，知道吗？哎，我觉得可能是它是新的吧，它很 juicy 哎，有没有？重点是它很厉害，你看我的手这样子拨，你看我的手就是它不会因为我们有手汗，这个就是利用带真笔是油性的。记住，你在上色轻轻的就好。我们不是在上那个色铅笔哦，利用它是油性的特性来带画。
好，那所以呀，以后那个，如果你是学校老师的话，你就发 salon pass，然后就回去给你的那个学生们画这样子。哎，然后画完之后，他们就会拿回去给妈妈贴。你看多孝顺。OK，那我约略的这样子带过之后，我要用的是那个绘布笔。你会发现我用这个在画 salon pass 的那个上色都感觉很淡。我跟你讲，画太重的话反而会怂掉。你看这个是用。这个是用这个叫什么？我怎么突然讲不出话来？绘布笔，绘布笔在上色速度很快，它不像带针笔哦。好，没有，你看他们还是可以晕染在一起，这是我发现很神奇的事情。一直发现这些神奇的事情，就一直不停的玩，玩个不停这样子。好，那上面呢？上面一样也要，那我要让它的颜色在跑的过程啊，都会有一点点。渐层，你看我在中间再带一点黄，有没有？好，转过来换这个颜色的涂色。好，这个颜色的涂色啊，想不想看它的蓝色？它的蓝色我还不知道它显色好不好哈，所以还蛮刺激的，哎，还蛮有气质的蓝。我跟你们讲哦，我现在用 Sakura 这一组全部都是第一次用，我今天才拆封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所以啊，记住，当你在画那个这个贴布的时候，下手要轻，不能太重。嘿，太重的话，因为它是下去之后你是不能擦掉，它不像那个色铅笔，你还可以擦掉。好，来，那我一样用那个黄色，好，黄色轻轻的在它的，有没有？带一下，让它的上下颜色有所呼应。哇，这时候我们再转回来，有没有很美？赶快打一排油，我才要讲下一张。油是不是？油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这个顺的部分哈。顺的话，我会用黄色来带，嘿，因为它只是单纯的一个。欸，它有橘色欸，我拿 Sakura 的橘色出来好了。Sakura，你的橘色在哪里？等我一下，我又开始找笔了。啊，橘色我找到了，Sakura 的橘来看一下。这一场好像 Sakura 带针笔赞助，并没有。来，欢迎 Sakura 带针笔来赞厂商赞助，更欢迎沙龙巴斯。好，这时候我会建议你把你的那个叫什么东西？等我一下，嘿，把这个字啊，该加重的地方再加重一点点。如果你是要送给别人的沙龙巴斯，上面有写字要做祝福的话，这个字就要很重要，你就不能随便了。你看我这里我都没有用随便的态度。好，接下来我要画一些就是。叶子的部分，那叶子的部分，我们来看一下 Sakura 的绿。刚刚有介绍过，它的绿就是比较偏淡的绿，一样轻轻的、轻轻的扫过就可以了。你千万不要太用力扫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轻轻的带一些些过去就好了。这样子你的画面看起来才会让人家感觉很清爽舒服，有没有看到？反过来也是哦，来，请看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再镜头再转回来，哇，第二张又好了耶，速度就这么快。所以以后自己的沙那个贴布自己画。那以后你要是在捷运上有看到有贴这种贴布的人，你要跟他打招呼哦，因为我们是披肩社团的人才会玩这种东西。好，OK，恭贺大家喽！现在我们已经会两张了耶，要不要再来一张？哦，这一张很厉害，这一张就很像 tattoo。要用什么笔？我全部都是用带针笔，带针笔。这个啊，哦，这个厉害了！今天怎么会有直播？
今天的直播 totally 就是本人任性而为哈，因为我想直播，于是我就直播了。好，怎么觉得很欠揍？等我一下，我在这在找笔，我在找笔。这个要用的是沙龙巴斯，然后呢，用 Sakura。Sakura 三号的，Sakura 三号，它是平头。来，我用的是，因为我知道有些同学，如果你没有练过的人，那你也可以去看我的网站现代歌德体，哈，歌德体的练习。来，请看哦，这个下手下笔，你一定，我这个镜头要稍微再转一下，因为我要写字，我怕挡到你们。好，这样子。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来，我把镜头拉近哦。你们在写字下手的时候都不能犹豫，因为这里不能用铅笔打底稿。好，来，请看。等一下，我把我的桌面整理一下。三号、三号、二号也可以，凡是这种平头的都可以。你看有影子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影子比较少。好，来，预备 ，Go。好，我要写一个 love，L。有没有发现我都不敢讲话，写字我就很乖，话很少。来，那因为是现代歌德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给它多一点点的变化哦。有没有看到？好，那因为是现代歌德，我们要让它看起来很厉害，像给刺青师傅刺过一样。好，好，再来。再来哦，很 gay 白，对，一定要的。哦，这个字体啊，其实是世界超级无敌好用的一个字体哦。很多潮牌依旧是在用那个歌德体，在做它的 logo 的设计。好 ，V。好，那其实还蛮多刺青师傅会来上我的歌德体的课，因为是要刺青。我偷偷给你们讲一个笑话，你们要不要听？要听打一排要。好，来，一。你要吗？我跟你们讲一个很好笑的事，你笑自己不能先笑。好，我的基本架构完成了哈。那因为我不要让它的笔头坏掉，因为像这种麦克笔，那像这种笔头，它是属于它的那个墨水是油墨，但它是属于麦克笔的刷头是纤维，它会钝化。那我预防它钝化，所以我接下来的装饰线都是用带针笔。因为啊，之前有一个刺青师傅，他就跟我说，他的朋友帮人家刺青，那因为他不懂得歌德体，于是啊，他就把人家的字刺错了。然后那个字是什么字？我 totally 真的忘记，但是我那一天在笑快昏倒。啊，我拿错笔了吗？你看，我这个就是笔头笔吹的。我刚下手太重，等我一下，把它笔吹的笔头整理一下。他说客人又看不懂，所以呀、啊。你们未来要去刺青的话，麻烦你们要懂一点，不然呢、啊？本来你要写 funny 啊，结果那个他把你刺成 fuck， 哦，那很尴尬呢。我保证你会尴尬死。好 ，OK， 那我现在用，
我要用，哎，我的黑色在这边，哦，找不到，我用 copy 看好了，我用0.03，好，那我现在要做的全部都是属于装饰线的部分。我跟你讲，这是属于中古世纪的文字哈，看不懂的人其实还真的很多。那这不是他们的错，这没有原罪，只是说你要刺青在你的身上，结果你刺错字，那个真的是很想死，我真的不骗你。好，我现在帮他加一些装饰线进来，有没有？好，再继续啊、哦。好，那我要把前面做更浮夸。因为自己要用的，那别人要用的你就不用那么认真画了哦，轻轻的带过就好了。哎，好，来换底部这里哦，我要来码它的。它到底要刺什么字？我忘记了，就是类似要。好，再来。所以啊，你们要刺青之前，一定要先把字查清楚，然后再给刺青。你这样子，我好像不是所有的都这样子，只是你怕你遇到生手。嗯，越解释越尴尬。好了，不解释了，我们讲别的。好，接下来我要继续，再让我的字看起来更夸张一点。你有没有发现我那支笔就撤掉，我不用了，因为它的笔头已经笔黑了。那我现在要加进来的全部都是属于装饰的线条哈。那事实上我们在用歌德体写的时候，我们的笔距是可以直接这样子画出来的哦。那因为今天我们是写在布上面哈，也就是这个叫什么布？贴布。那贴布它上面有纹路，那个笔具又会坏掉，所以呢，我就先用带针笔来代替。那未来有可能，你说哦，老师，我有可能啊，我要用那个平尖的那个笔来写这样的字，可不可以？也是可以，你只要用它的单边笔尖的单边来做就好了。我现在是做拉花，好、哦。好，写个贴布也要拉花，对，就是很浮夸，这样才符合个人的气质，有没有？像你要写这种贴布送给人家，我保证他就不会说你在诅咒他，他会觉得你是一个艺术家。这个人就是很奇怪，我写的空闲。好，来，换这边。再一个装饰进来，这个就是利用一个是那个叫什么头，平头的带针笔哈，我刚刚用的是3号，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细致的带针笔，你依旧可以做出一个很有设计感的一个贴布，你看他们是不是应该来找我？那个对不对？我怎么讲不出来呢？好，来，请看哦。我先要从这边，所以一定要这样浮夸吗？啊，古代人本来就很浮夸，只是我们没有 join 他们的生活，我们都是从电视或者是一些博物馆看到的。但事实上，他们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多媒体，所以在他们的视频或文字上面，其实都非常的华丽。好，不能用浮夸去讲他们，我觉得是用华丽来形容更加贴切。然后这时候你可以再加一点厚度进来。那像我们用那个真正的平尖字体在书写的时候啊。用同一支笔就可以，你就不需要这样子的描绘，因为这样的描绘其实是辛苦的哦。好，换左边，有没有？只是我后来发现说，贴布这样子写真的还蛮美的，意外的发现。有没有？那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样子风格的作品。
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的，那因为喜欢，所以做分享。那希望大家画贴布只是好玩，我们难免会去扭到哈。好，这时候我加一些点，好，加一些点来帮它做更多的装饰，有没有看到？其实今天真正难的是这一张，这一张是有程度的哈，就是。你必须要了解一点点歌德体，像这样写起来是不是超胡烂的？有没有觉得这样拿出去送人都有面子？哎，赶快说有骗我一下好不好？那个今天刚好休假的人，你们再不赞美我，我要下线了，感觉在恐吓你们。好，再加一些点点，有没有看到？我点不要点得太过于工整。哇，我们已经完成3款不一样的啊，哦，这个叫祝福的贴布画法，有没有看见？哇，哦，这一张更浮夸，是 OK。这样可以吗，各位亲爱的宝贝？好，我把镜头回转过来。Hello，我又回来了。每次看直播看不到老师声音，就像看 TV。嘻哈，来，有没有看到？贴布以后贴在你的手背上，就是要这么夸张。然后呢，这是今天的 Get Well Soon。你可以变成是一个祝福的那个贴布送给人家，小卡它会丢掉，但是贴布它不会丢掉。好，或者是这样的卡，那个贴布，这样贴起来真的蛮美的哈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们所用的笔具全部都是带针笔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带针笔它的活用的范围非常的广，然后我们可以运用的范围也很广。诶，我刚刚写的是哪一张？是这一张，Love。好，因为耶诞节没有办法跟大家说耶诞节，耶诞夜没有办法跟大家说耶诞节快乐，然后在这边用小小的贴布卡跟大家说耶诞节快乐，然后最后今天是12月22号，也就是 Yota 所有线上九折课程的最后一天。如果你要线上课程要九折的优惠，麻烦今天12点以前要赶快完成订购。好，喜欢今天的直播吗？好可爱的贴布，今天的贴布真的是我自己也都蛮喜欢的哈。非常感谢所有 donate 的同学，因为这个礼拜从明天开始我要认真磕香水瓶哈。那提早跟大家说声耶诞节快乐，也希望你们赶快，还没完成线上展览的同学，你一定要期许自己做到，因为你做得到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耶诞节快乐，拜拜，爱你哟。